我也留你不得。裴真，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。我才刚醒过来，就要永远离开了吗？下地狱吧！这不好吧？陌生人发来的短信，上面说有一辆公司。请说出。这个也不好看。你的古代名人。哎呀，慌不慌？真的有点。在刚刚。等等，刚刚是什么？现在的电视也太不好看了吧！你给我换回去。失忆了哈，不能再加了吧？加。一则重磅消息引爆各大媒体：林有苏和傅斯成官宣恋爱，这可能是本年度最爆炸的新闻。本台将持续为您报道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佩佩，我，哎，佩。佩佩，你现在是一只猫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。你放他！傅思成这个大猪蹄子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佩佩，猫咪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灵活的生物了。各位媒体朋友们，抱歉，到现在才公布我与林小姐的恋情。所以你们真的是地下恋吗？在这个特殊时期，确实不想占用公共资源。所以您选在这个时候公布恋情，是为了新综艺的开播预热吗？主要的原因是，我不希望我们两个私人之间的事给观众带来过多困扰，希望大家祝福我们，谢谢。所以您跟裴真小姐是分手了？还请大家多多关注我跟思成哥的新作品，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作品呢，大家敬请期待。你要求的我都做到了，你什么时候走人？我们才刚刚公布恋情而已，你着急什么？杀了裴真对我又没有好处。你还想做什么？放心吧，我现在对你这个人已经一点兴趣都没有了，不过我还是对你手上的资源更感兴趣一点。哎，裴佩，哎，裴佩，你当初不是你亲口说喜欢我吗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现在我喜欢你了，你又把我甩掉，你这样做是很有成就感吗？你这个渣男，你说话呀！我听你解释，你说话，我可以听你解释的。这是我在猫咪群里开了。我想一定是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忘记给他喂猫粮了，他才会跑出来找我吧。拜拜。其实猫主子，暂时关错了，回去之后你猫条作为补偿。哎，培培的世界坍塌了，而我却和他产生了心灵感应，可以听懂他说话了。裴佩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。傅思辰。裴佩，你可千万别吓我。啊，裴佩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。做傻事？你可想太多了，你。我不会为了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的。我现在只想变成人，然后收拾他们俩。等等，我门已经关上了，你不能过去。
关上？为什么关上？我身体还在里面躺着呢。萧年，萧年，你最好跟我说实话。这不是我们家的猫杰瑞吗？上次你抓伤我脸的事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你当自己送上门来了？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我的身体果然在这儿。早就想弄死你这只畜生，养不熟的东西。这种事儿。还得我自己来才能解恨。裴真啊裴真，本来我还想留你一条活路，可你倒好，早不醒晚不醒，偏偏在这个时候醒过来，真是可惜啊。当初我就应该开车直接撞死你，而不只是把你变成一个植物人。唉，都怪我自己太心慈手软。事到如今，我也留你不得，裴真。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。我才刚醒过来，就要永远离开了吗？下地狱吧！我刚全身都直播了，这下你的恶行全网都看见了。我看你这个恶毒女，你往哪儿跑？你别跑！别跑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不晚，你从来都不晚。对了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在你的项圈里装了 GPS。原来上次在公司你也是这么找到我的。现在是撒狗粮的时候吗？快看看杰瑞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杰瑞。哎，他在那儿。肖经理，我们非常想采访一下新金鹰奖得主裴真的感受。可以，行了行了，一个一个来，不就是个金鹰奖吗？我们家培培啊，就跟在楼底下买杯咖啡一样。但是我们都特别想知道，我们家培培的演技啊，又岂是一个金鹰奖能够概括的？是是 是。但是我们非常想得到一个采访，观众们也非常想知道，可以吗？肖经纪，谢谢你了。行，跟我来吧。太好了，谢谢肖经纪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快开下来了，快别管他们了。